芬芳，现在跟我在一起，还会有不安全的感觉吗？不会啊，我一直都很有安全感。那就好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一点是什么吗？喜欢我帅吗？<笑>帅是一点，还有另外一点，有的事情你要么不承诺，要么承诺你就一定会把它做好。 我记得你跟我说，让我保护好我的梦想，你来保护我。从听到这句话开始，直到现在，我都感觉自己像是有了黄金圣衣的圣斗士星矢一样。我只顾着自己一股脑往前冲，安心的往前跑，什么都不会怕。哪有那么夸张？有那么夸张，真的。 那是因为你自己够优秀，你成长得也很快，把一切做得都很好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好像也没什么能给你的了。而且我现在其实也面临很多问题，我就好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未来可能会更好，但是也可能一败涂地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能保护你多久。 你为什么总想着要给我什么呀？你给我的已经很多了，而且我跟你在一起，不是为了让你保护我、帮助我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两天我也想了很多。我们抛开社会地位、家庭身份，我们这个人本身到底有什么值得被别人爱的？小脑袋能想那么多呢？那想出什么结论了？ 我想出的结论就是抛开所有的一切，我觉得你很可爱，所以我可能是爱你的。可能？<笑>你呢？你爱我吗？我可能吧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<笑>我可能，我觉得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。真的吗？ 真的呢？你还不跟我求婚？你不怕跑了？我不怕你跑，我相信你。你别太相信我。行，你不求婚，那我求婚。来，站直。宋林，哼，娶我吧。干嘛？回答我。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，这是我的台词，你把话收回去好吗？没劲儿。